差异当然是各有差异，但是你怎么来利用这个差异来工作？同样一件作品，它摆在其他空间，可能会完全不一样。 其实呢，有时候是没有选择，只能这样，只能做这个，也不能做其他。他找到一个这个办法来解脱这个东西。 这个容量，<笑>很多了，八根了，好吧，那就用这个吧。这个完了以后放绳子，绳子里有定位，然后摆猴子。这上面那层呢，是全部清理干净，然后来摆铃了。 你如果是视而不见，你完全可以视而不见。当你关注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它跟你会有那个。所以很多作品呢，都是取决于观众。